从87年启用到今年，已经达到27年的卑南乡民代表会办公大楼。二楼议事厅由于绝大部分桌椅都是使用木造材料，到处出现斑驳龟裂的情况。今年由卑南乡公所进行规划设计，重新将议事厅整个大翻修。与以往的老式摆设相比，修缮后的议事厅显得格外有朝气。来到这边已经20几年了啦，20几年，有一些议事的桌椅上啊，整个都有一点老旧了。那我们去年度就编这个预算，然后今年当主席的时候，经过大家代表的一个大家共商之后哈，我们就决定来将整个一个议事厅重新再整修。每年定期会，卑南乡民代表会都会邀请附属单位，包括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派员列席备询。但是乡民代表每次质询时，总是得大幅度转身面向备询单位代表进行询答，相当不方便。因为我们这次做的工程改用分层对话的时候，因为在早期的设计，他没有考虑到执行的每个执行的那个代表的身高，或者他那个乡公所备询的人员的身高，因为容易因为由前面挡住后面，或者后面在讲话的时候，他们的模式他们会看不到前面的那个科长或者乡长，他在那议事问政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视野空间的阻碍。也希望说，带给公所的一个乡长跟所有的一个公所的一个科室主管来到这边的人比较舒适，然后跟代表之间啊所有的监督的一个问题，希望都提出来的意见啊都针对我们的卑南乡乡民的福祉啊理性的问政啊好的政策。我们希望是共同来为我们卑南乡的乡民来做一个非常好的服务。这是我们除了改变整个一个议事厅之外，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哦，是不是？今年整个规划设计，乡公所与附属单位全部都划在同一个区域，卑南乡代的咨询席则是在对象位置。这样的动线不但更为简单利落，对于整个会议的进行也达到更有效率的规划目的。东台新闻张家维卑南乡报道。